在这个春节佳节到来之际，祝家家的爷爷奶奶们、姥姥姥爷们、爸爸妈妈们、叔叔阿姨们、姑姑姑父们、舅舅舅妈们、哥哥姐姐们、弟弟妹妹们、侄子侄女们、外甥外甥女们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牛运亨通，牛气冲天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！ 迎娶迎春，迎富贵，接财接福，接平安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牛年一定要争气。牛气冲冲冲！新年发发发！盛世华年，大载开元。牛年佳节好运到，福禄寿星进门来，玉鼠跑，金牛跳，欢天喜地春节到。牛运亨通，牛气冲天。 牛什么牛？鼠年尊牛。我们都牛。国泰安康中国牛，家和兴旺暖金年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牛尽十足康乐酒。牛气冲天事业酒，牛郎织女爱情酒。爱情酒。天宇邀请彩蝶服，爱心迎成便利贴。牛气冲天迎新年，中华盛世太平安。灵鼠腾飞，送福至，金牛献瑞迎春来。 牛年祝你身体壮如牛，好运势如牛，牛牛牛！牛运当头，福气到，财运滚滚如牛毛。耶！尊敬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济南嘉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邹群。值此新春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公司全体同仁向大家表示感谢，感谢嘉亚家人们辛勤的付出，感谢大家一路相伴。 感谢一直来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家属们，感谢你们默默的付出。过去的一年真的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我们嘉亚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。疫情之下，我们的业绩不降反升，我们的团队也在扩张，每个人每个团队都取得了成长。我们嘉亚公司成立14年，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感恩，我们也是此价值观的实践者和践行者。 我们感恩我们的父母和家庭，父母和家庭养育和成就了我们，他们坚定的支持和付出能让我们走到现在。努力工作，回报父母和家庭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我们感恩大家的相遇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在嘉亚学习和成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。嘉亚要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我们感恩大家的成长，过去有父母和家庭。 未来前进的路上，大家一路结伴前行，一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美好的生活。202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2021年新春来临之际，祝愿各位家人新的一年里牛气冲天，扭转乾坤，牛年大吉！嘉亚天意队，冲锋梦之队，战狼队，熊猫队，开拓天运队。 国际精粹队、迪拜队、单证和技术团队、精英队、骑兵队、青蛙队，祝大家金牛祈福，阖家幸福。